我现在是什么都没有了，你们还要我怎样啊？拜托你们，拜托你们，放过我吧！ 你相信你对许瑜伽有什么想说的吗？你觉得这样对免死金谁造成的呢？人家都有家庭了，你为什么要去破坏人家呢？那感觉破坏人家庭，这样是对的吗？那我们希望今天的记者，我认识那个女生，因为我们住在同一个社区。之前记者问我认不认识她，我说我不认识，是因为她。 他看到我搞外遇，我很怕被发现，所以我才跟大家说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真的很对不起，这段时间我过得很不好，我相信球团还有教练都知道，我得了左手失忆症。 对不起，这个郑明呢，应该是承受巨大的压力，所以他人不舒服。我们今天记者会是不是就到？你们不是都知道了吗？我得了投手失忆症，你们还想要骗大家吗？对你们而言，要找一个投手很简单啊，花钱就有了嘛。但我呢，我从小到大，我觉得最有自信、我最骄傲的事情。 一瞬间全部都没有了，我怎么办？我什么都没有了，我过得很不好，我不知道该怎么面对。我承认我做了不好的事情，我对不起我的老婆，我辜负了大家，我辜负所有支持我的人，我辜负我妈，我对不起我的太太，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面对这一切，但是。 我想说，我真的不是坏人，我也没有强奸那个女孩。我很努力的想要面对这一切，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办。对不起。 阿扁，阿弟今麦伫倒位啦？妈，你在干什么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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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
喂，你怎么恭维啦？到底还想怎样啊？我现在已经什么都没有了，你们还要我怎样啊？拜托你们，拜托你们，放过我好不好？李小姐，你对许一家有什么想说的吗？你觉得江正明的死是谁造成的呢？人家都有家庭了，你为什么要去破坏人家呢？当然，你觉得破